这你看吧，这发步骤，然后必须要加强用
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。例如说，你找到 PC， 然后在好几台不同的 Wahoo 系统上面都是同样的状况，那基本上下面这去找一些找 bug， 然后他要学习bug 与碰的程式。那接下来也跟你们介绍。那我先讲一下找寻现有 bug， 通常都是你就直接打在 Google Search 里面的一个这个，就是在 bug Notepad box Notepad .net 这个网站上面找就好了。比如说软体中心的问题，你就在这边打。输入信息，然后其他英文叫做 Service Center， 大概是这样。那就为第一个就是，那这就说我已经找到了，其实已经有个现存 bug 了。就大概是这样子。使用关键字去找一下，看有没有现存。好，那如果现在用 AP port bug 来开个新的，那使用说明请看这个字句，那大概是。收集完资讯之后，他会会执行一下，他就会大概长得像这样子。然后收集完之后，他会把这些上去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新的 bug， 就是你要描述，你要一个 bug 描述的 title， 然后里面从
就是复制就是要写一下这样子。有点久了，先跳过。哎，他找到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就在床上，然后他就会开一个报的。修正那个软体的方法大概像这样子，你就先用
Pro 啊 LP Source， 那我问的问题的发生的在这个 page， 然后你就把它抓回来，所以这个抓回来之后你进去那个里面，然后你使用 AD 的 page 的这个指令，然后开始参考底下的链接。那如果发现你的解决方式的话，你就自己跳下去解决问题了。那这时候需要的技能是，你还要知道那个软体装在他们的 coding style 上，像银行啊，然后挂号的里面要改呀，什么时候要是说放在小挂号后面就好，就这个。说你可以后续它会自动去存档，那这它的环境在使用的一个步骤，需要是用连线声明，然后前面的对面编剧，然后 cross compiler， 然后你要知道要怎么把它帮补充到后上面，然后后来就我送了一个配剧之后，马上有另外一个联络的工作就跳出来说他最近来做些类似的事情，然后后来他就很明显他做的东西都比我还要强太多，于是就被干掉了。然后一分两三就是。刚那个 Bluetooth 就是Apple 的 Magic Mouse， 它会让你的系统就是问题啊。那刚就是有个配置吧，它是问题，那系统电池，所以。
去 detail 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那个 page 的 page 上去，然后做一些回报？但是你主动去 IRC 上面找人是最快的。那怎么找知识声明？就看那个 channel， 这三个 channel 上面有那个名字出现的那个，你就直接聘他说你有 page 想要升，那个跟他就直接跟他。送进去，不收的话，那基本上他应该跑到一个叫 proposed 的，这时候就是你要去那个另一个信箱边把这个非正式的这个选项打开，这边就是专门一些 Q， 那说你去看这个 link 有没有提到，因为里面有太多。通常是我们会把这个才会更新的时候，系统的 package 全部都更新到这，需要做一个正在 QA 的一个 package， 那可能它还没有测试或者很多问题。那你只要针对你想要去测试的那个问题去安装就好了。那这些 package 的里面有。之后，我把它改成你可以回一个，在当区配套上面回一个说我已经验证过这个配区，这个配区了，问题已经被修掉，然后去。那这之后呢，再等一两周，它就会进到那个 update 里面了。那这时候你就等待就好。那如果说你等一两，你半都还没有进来的话，你也许你可以在。考虑再回到那个 IRC 上面去问现在的状况。请问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？有没有人想问的问题？那个一开始讲到的 Ubuntu Edge 手机啊，那我很好奇，就是它的入款如果最后没有达到目标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可能。老实说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引发过那部分的障碍。那我自己个人的猜测是就没有就不做了。但是我帮助 Touch 这个计划还是会继续在，只是说我们不会真的去生产那一只手机。对。还有人有问题吗？或者是有想要找人修找苦主修 bug 的？苦主那边啊，苦主。有问题吗？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，三分钟左右时间问。对，没有问题的话，那。
那不然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就到这边结束。跟大家来说，因为我们下午的议程从12:50开始，所以只有一个午餐时间，那请大家就仅在这段时间赶快享用你的午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